迷你玩家玩不同版本的心态变化。假如名字可以换钱，小伙伴们，假如用名字的笔画来算钱，一笔可以换10000块，那我的名字叫狗华，我算了算，一共有14画，那就可以换14万了，那我就可以拿去买吃不完的辣条了。小伙伴们，快数一数，看看你们的名字能换多少钱。